我今天我们一大早就出门，开了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的车，来到了大象义工。今天我们要给大象洗澡，还要喂大象。欢迎各位到我们这里，你看大象保育中心，然后这边门有六只象，在清迈这里附近救过来的。大象这个他们也是我们泰国的国宝了。大象能活几岁啊？跟人类差不多了，60到80、90岁。大象他们也能怀孕，12岁开始，然后到50岁左右。然后他们怀孕多少？2年。19到22个月左右，也算2年左右了吧。然后生一次，他们只生一胎了，所以一辈子只有5头到10头小象。因为他们在工作的话，天天都是在工作，他们没有时间休息，时间吃东西什么也没。一只象能吃200到500斤左右，那个草给他们吃，大概一辆车一天吃。待会我们要先去喂食，然后跟他们一起玩泥巴，最后一起洗澡。Oh my god！ 真的是大象。香蕉好像都有点烂了的感觉。我们现在就去喂大象。像这几只大象都是他们救助营啊从别的地方买过来的，他们有的可能是之前在拉木头啊，有的是做表演用的。因为每只大象它一般只要睡3个小时，所以一般他们做工作的话都会没日没夜的工作，所以也希望呢能够更多的保护大象。像这头是它年纪最大的嘛，它自己就会前后这样去动嘛。然后我们问他为什么会那么动的时候，他就说这只大象原来是在表演营去表演，然后他会训练他们，训练他们就会拿刺啊，然后拿钩子啊去戳他们，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另外呢，他们会有链条嘛，每走一步他会被拉回来，所以当他们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习惯。这头大象已经表演了10年，在10年期间他一直被链子拴住的，所以他已经习惯了往前走，然后后退，往前走后退，所以他只要站在那个地方就会做这个动作。尖也可以当手一样把那个香蕉夹住，然后往嘴里塞。褶子特别多，有点像摸那皮质沙发的感觉，它的皮上有那种尖刺一样的那个毛，然后摸起来就特别扎手。泰国之行呢都用小程序懒游星球制作了完整的行程规划路线，那之后我们的旅行呢也会用小程序来记录我们的行程规划是如何安排的，大家也能用这个小程序呢去自己制作一条行程规划路线，去分享你们的旅行故事。这个小程序呢也是我们倾力打造的，旨在为所有热爱旅行的人提供便捷服务，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去搜索和使用。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提出，为自己代言。